搞什么？你待在这里不要动，我来想办法。声音从房间里来的，在哪里？应该没事了，去找三女吧。阿全，阿全，刚刚我也是这样被锁起来。是他，要我们进来做什么？不管是谁，被我抓到他就惨了。别担心，应该只是恶作剧。我从来不知道他有这方面的问题。阿全，这是什么啊？
原来他……阿全，你该不会是心软了吧？也没有，只是我现在才知道他的处境。你这就叫做心软哦。虽然我也很同情他，不过这是两件事，完全不能混在一起讲，知道吗？可是……哎，记得全。哎，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嗯，那就好。等我抓到人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好了，证据拍完了，我们走吧。嗯。那女人终于不追我了。靠，只是搞个直播而已，弄成这样要累死谁啊？啊，哎，学姐直播应该也结束了吧？哎，学姐人呢？刚刚不是还在追着我拍吗？靠，丢下我就跑，也太靠背了吧。爸爸，这是八哥还是乌鸦？又肥又吵。靠，是这也没收。哎，这不是我的护身符吗？怎么乱丢啊？超没品的！说要帮我保管还乱丢，我看回去三女怎么说。平常那么嚣张，回去我就颠爆他，爽啦！哎，怎么起雾啦？啊，已经这么黑了，这要怎么走啊？下次我要叫学校多装点路灯。哎，学姐，新桥学姐已经结束直播了，你不用那么认真了，可以回去洗洗睡咯。哎，学姐，你是不是暗恋我啊？你不要一直靠过来又不讲话嘛，到底要怎么样啊？我都已经说结束了哈！妈的，入戏太深是不是？神经病啊！杀手！靠靠靠靠！靠靠靠靠靠靠靠！你是人还是鬼？鬼啊！学姐，你不要闹了，快跟我说这是直播恶搞整人，什么都好了。我不好吃，人也不帅，也很臭，你不要再靠近我了。
是人还是鬼？鬼啊！学姐，你不要闹了，快跟我说这是直播恶搞整人，什么都好了。我不好吃，人也不帅，也很臭，你不要再靠近我了。真的假的？靠！不会吧？这么蠢的事情怎么可能？妈的！阿全，三女，你们在哪里？三女跟阿全，差点被吓死！真的假的？是可以接吗？喂！啊？什么四楼？三女他们在四楼吗？我到底要不要去啊？总觉得怪怪的。原来人都在这里。学姐，我跟你说，
我还好你们都没事，我刚刚遇到鬼了，你们一定要多小心。哎哎呦，气氛好像怪怪的。恶心，去死吧，你们怎么有脸在我面前搞这些。什么？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啊。阿全，啊，文耀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少骗了，刚刚不是你叫我来四楼的吗？啊！哦，你不要在那边假了啦，我刚刚被鬼追得快吓死了。哎，不要再吓我了。人也不在房间，哦，什么也没说就跑掉，阿全到底在干什么？算了，打给他总会接吧。不过这里讯号真差哎。宿舍二楼以前有这么旧这么脏吗？你去哪了？没什么，我只是刚刚看到心跳学姐好像在看着我们，有点在意就追过去了，不过晃完一圈根本没看到人，总觉得有点奇怪。干嘛？文耀刚刚才说自己遇到鬼，你也要玩这招？文耀已经遇到了。记得全。好，我不说了。你在哪里？我去找你。你先回去陪文耀吧，比较安全。我想到桥上的器材还没收，我的行动电源也放在大船教室，忘了拿回来，晚点回去找你。拜。喂，搞什么啊，每个人都怪里怪气的。文耀，会不会回房间了？我没你被你哄，我没你被你哄，没你被你哄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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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你被你哄。我没你被你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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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你被你哄。这么大声干嘛？不欢迎我就走了。不要这样了，不要这样了。你要是跟我遇到一样的事情，你就……不行，你不能跟我遇到一样的事情。你知道我真的没有要唬烂你，你不要那个脸啦，不然你看，怎么会这样？当然是那个啊！我本来以为那个是你们找的学姐，结果我的学长跟我说过，四年前在女鬼桥有出过事情，我们死定了啦！所以刚刚那个婴儿哭声啊，你们果然也有遇到，
我就说不要在女鬼桥那边玩什么数阶梯了吗？现在怎么办啦？我们先去找阿全，他说他要回桥上收拾器材，再去大船教室拿东西。我们先去教室等他。啊？阿全叫我收器材啦。哎，对了。Smartman 1245是你的通讯账号吧？靠，你暗恋我是不是？还特地调查？之前有看到你在学校讨论版发无聊的八卦，一看账号跟内文就知道是谁了。可怕哦，可怕哦。哎，对了，你学长还有说过什么吗？嗯，很多啊。刚进来的时候，有名的传说都跟我说了，什么湖边的黄衣雕刻、深夜小花园的密林黑影。哦哦，还有你们法律系最有名的那个啊，法学教室的不毁招牌。哎，对对对对，说那块敲不坏的招牌后面藏了什么学校的大秘密？哎，我听说你们系还有敲招牌惩罚挑战呢。哼，我才没你那么无聊。屁嘞！我这叫探究真实的求知欲，好不好？东吴大学欢迎您，求真力行，创新卓越的校园典范。阿全，阿全。哦，这什么鬼？头发为什么会？好像还没来，先在这里等他一下。阿全没事吧？会不会出事了？别乱讲。哎，孟伯儒，机器故障而已，不要慌。嗯，这啊，为什么是江学姐？我都毛起来了。去哪？去隔壁洗脸圣经压压惊了。三女，做什么？
你在干嘛？三女，你看啦，招牌真的裂了。真的有，应该撬不坏的啊。哦，抓到了，是不是有偷敲过啊？哎，敲敲看，法律系的敲这个感觉很有 feel 哎。你搞丢我护身符，还能跟你算账嘞？喂，去哪？找锤子敲。